上帅气的表现，没想到他弹了一首好琴，我都被他的琴声深深吸引了。佩佩，赶快醒过来吧，听了优雅的琴声后，来换点不一样的音色吧。对对对，看完帅哥，现在来换美女了。接下来上台的是我们管乐团的古典美人戴佳瑜，请大家掌声欢迎她。